中和区福美里里长陈进惠每个月都会邀集社区里的长辈举办银发族共餐，这一次还特别邀请国际狮子会300 B2 区美伦狮子会以及淮海教育基金会一同共襄盛举。今天比较不一样，就是说我们有我们的美伦狮子会的团体来加入我们在做爱心，以及我们生命电视台也是这些师兄师姐，然后他们也一段时间参与我们的活动。那我们对于这些长辈，那希望给他们给予的是他们充电，给他们充电，希望说他们参加这个活动，除了吃以外，吃的健康还有玩的健康。这一次美伦狮子会也特别颁赠20,000元社福金给陈里长，希望能够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另外淮海教育基金会也特别邀请义工 DJ 到场带动唱，希望阿公阿嬷在吃饭前先活动身体健康一下。美伦狮子会来做这个老人的那个共餐哈，饥饿的社会服务。我们今天有提供了20,000块的社福金。参与活动的银发族长辈表示，每个月举办的共餐可以让左邻右舍联络感情，大家一起聊天互动，很有意义。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啦，就是说帮助一些常常窝在家里的一些长辈啊，这个朋友啊，让他出来有一个跟邻居共，就是说交流啊，减少一些心灵上的那个孤寂啊。每个月一次的银发族共餐，可以让不常出家门的长辈有机会跟家人邻居出来互动，一起聊天聚餐，让生活更加多彩多姿。数位天空新闻综合报道。